我们的阿泽先生终于把鸡仔买回来了啊，恭喜你啊！但是你打算就这样关在家里面养吗？这里面是多少只啊？六十只。这个是五十万，五十个。五十个啊？五十个可以。六十万。五十个，60万。放出来玩一下。放出来玩一下。在这里带一点那个。你之前不是跟我说5000块钱一只吗？这涨价了。你是被老板黑了吧？不是。这是出来几天的呀？几天？这里啊。这个它几天大了？它出蛋几天了？不懂吗？不懂。那我另外给你的钱买饲料买了没有啊？买了。买了在哪里啊？不能给它吃太饱了，小的时候。就你一天喂个3次4次就好了，小的时候啊，一天喂个3-4次，少喂一点，不要喂太多了。然后出太阳的天，你早上把它放出来，不要等很热的时候放它出来。啊，这里带一点放几天。带一点把它放山上。我感觉你就这么点的话，你也没有必要放太远了，放太远了麻烦。啊，为了这么几只鸡跑来跑去啊，也远，路又不好走，下雨最近。那意思是这50只去了60万。那12000一只啊。去买。原本是5000块钱一只，这超预算了。那不是我得给你补钱。我只给了50万给你。我给了50万给你买鸡仔，20万给你买饲料。看来这个项目养殖项目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哈，总算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。哎，恭喜哈！大了，可以起码两个月。两个月可以吃啊？我就等你的啊，等你这句话哈。两个月，养大一点。养久一点，啊，小的时候喂半个月左右的饲料，等它会吃包子了，那就喂它吃包子，啊，一个月吃包子，那得喂一个月的饲料，行吧，啊，反正你看着养啊。这个鸡是什么品种呢？是不是三黄鸡啊？可以啊。这个箱子会不会太小了一点啊？先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一盆水拿出来，啊，你这边天气热就还好一点，就不用铺草啊。然后明天早上天气早了，凉快的时候你可以把鸡放出来，别让狗子给咬了。看着点啊。OK。啊，行。它大呢，热不好了嘛。那气不好了嘛，太大了，太远，气多嘛，去年。这鸡没有鸡妈妈带的话，它会不会乱跑？会不会不合群呢？那它转了。你数了没有？有没有50只啊？我看一下你到时候能养活多少只哈。阿珍媳妇肚子也一天天大了哈，看一下到时候是。鸡先养大还是宝宝先出生呢？他不知道吃，让他出来溜达溜达啊。这个应该是出蛋2-3天了，再给他们喂水。可以，哎，你先养着啊。我差不多我也回中国了啊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啊。等我下次来再来看你养的鸡。
啊。买不到就再多一点。知道。这是什么品种？你把它抓到箱子里面去。正常啊。嗯，好嘞。嗯，好。可以。水先不要放里面，这样会把箱子打湿了。啊，这几个小朋友穿上了新买的衣服，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刚才穿了新衣服，在地上下雨滑的，搞脏了，哎，洗掉了。拜拜，拜拜。熟悉的地方啊，即将要离开这里去中国了，来这里看一下。再按住。萨巴迪。阿罗，他在吗？在。阿罗去干嘛了？那陀。那陀。萨巴迪。你好。今天都干嘛？那个给你们买了一点菜。没干，你先来。我刚刚走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刚刚你走呀。他走。哈哈哈哈哈。萨巴迪，好久不见。我你老外。你好，新疆哥呀。嗯。你莫对老外。大姐妹，阿杜啊。对。西哥。小哥是木，老冷的。如果木啊，这就也冷，我别冷的。今天这里刚下过雨，地上全是泥，黏黏的。我去了，那我去了。怎么说也算是相识一场，还是可以做朋友，做兄妹。我没什么心眼啊，也不记仇，但是我马上要回中国了，就来这里看望他们一下。这是安祖哥哥的媳妇嫂子萨巴迪。这你小孩啊，两个。你最近是没睡好吗？嗯。你是没有休息好？对。我看你不在状态啊。你生病了？翻译器过来。你最近是生病了吗？谁叫他？晚上做红烧肉吃了。安祖妹在做饭啊，跟他家确实语言不通，沟通不了。阿寨呢有很多话他翻译不了，我想请个中文好一点的人。他说他村里有。阿鲁啊家里。萨巴迪。阿鲁啊拜拉托。啊。烧火准备做饭。晚上烧什么啊？大叔在干嘛？我刚才看他在修这个鞋子。这鞋子坏了嘛？还是很简朴啊。啊，鲁阿妹。我都是发票掉，发票掉没别的了。
三百的。嗯。别彪。我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啊。你觉得好啊？哎，行不？有必要一个个躲我吗？那边来太白讲了，我就好难。阿在，安珠去哪了？太古的尘土拾好了。不懂啊，洗澡了吗？你开补没有？没有。太难了。没在那里。在这里吗？在那个房子里面。谢谢。阿在，谁呀？洗一下嘛。谁？嗯。有吗？阿在，你这个头确实有点像从里面出来的一样，啊！苹果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啊，确实也甜。有人说让我找翻译，哎，实在不行啊，找了好几个都爽约了，都放我鸽子了，翻译器也借大哥的用了，好像也不靠谱，然后呢就还剩一个不靠谱的翻译官，是我工资没给到位还是怎么样？阿仔，你能不能不要跟我说不懂？有机会还是要带阿仔去加强一下中文的进修啊，回头在家里做个翻译，也还是很吃香的，对不对？也有一技之长。阿仔，我感觉安珠对我很大的意见啊。啊？安祖很讨厌我，是吗？是不是？安祖看安祖，安祖信，安祖怕了吗？安祖，安祖怕了？嗯。怕什么？看安祖呢？安祖老公。安祖老公。嗯，安祖老公。看安祖老公。啊、哦。安祖不要，他们安祖拿车。哦。看安祖，安祖怕了。怕了。嗯。他不是、这个。啊，怕我问安祖要钱。这是真的吗？安祖妹、嗯、是真的吗？嗯。你姐姐是怕我问她要钱吗？嗯。这个你放心啊，我不可能会要安祖的钱啊，上来也只有我给安祖钱啊。嗯，阿杜老哥给安给钱阿杜嘛，阿杜不要了，阿杜的歌，他阿杜很有钱。但是我听安祖说的是，他知道我有老婆有小孩了之后，他不高兴了，是吧？是吗？是吗？啊。他到了，不爱你了。我说我做他的哥哥。是吗？安祖来，他安祖，你去。确实我也没跟他说清楚啊。
从来没有看阿寨做过正经的饭哈，今天让阿寨来做一下，不然这顿饭熟要等到晚上八点。刀没快，陆阿妹要去上班啦？啊？又不上班啦？你不是要去老板那里跳舞吗？要不要去？你不去上班，晚上就在这里吃饭，好吗？那么也怪我啊，没有跟他们讲清楚，但是我是没有什么没有所图的去帮他们啊，改善一下伙食，改善一下生活。昨天我到这里看了一下，安珠跟他妹妹弟弟在吃饭，桌上呢两个碗，碗里面吃的是蕨菜，还有一盆反正也是绿的，而且也不是很新鲜，所以看到这个情况，我想一下我今天还是过来看一下。啊，在洗白菜。洗这个，你这个叫什么？捞捞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啊。这个是炒肉还是怎么炒？其实这个好像就是有点像我们国内的那个菜头的那个嫩的哈、啊，菜头的那个嫩的嫩的那个星星。爷爷捞，爷爷爷爷爷爷啊！要不你把我的老挝语教会，要么我把你的中文教会啊，总得有一个人妥协。